好，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来到明哥聊太极啊。这个我们昨天呢，我发了一个视频，就是感觉到我的明哥聊太极这个已经到了1000的订阅数啊，有1000个人订阅了啊明哥聊太极这个栏目啊，这个心里非常高兴。所以昨天呢，我发了一个视频，就是表达我很高兴和感谢大家的订阅这个视频。这个有朋友呢，这个说，能不能讲一讲这个是怎么样才能达到1000个订阅的人数？在这里呢，我想，讲一个就是要坚持啊，坚持下去。这个不要半途而废。那么坚持呢，就是首先呢，我是怎么坚持的呢？第一个呢，就是每天坚持每天日更，每日更新视频，每天更新视频，这是第一啊，每天更新视频啊。第二个呢，就是选择尽量狭窄的一个题材。我们明哥聊太极呢，主要就是讲的是太极，不是五花八门什么都讲，这个所以呢，就是题材要专业，专业性越强，我感觉呢这比较好，这个是第二个问题啊，要比较专业，题材要专业，这是第二个。第三个经验呢，可以经验或者是体会吧，就是做这个 YouTube 的体会吧。第三个呢，我感觉呢，就是要和其他的做 YouTube 的呢进行联系，向他们学习他们的经验，学习他们的经验，自己原来不会，现在呢会了以后呢，就不断的学习。学习以后呢，你就会学习其他的东西，比如说那个像那个老胡讲的那个油管啊，我听了以后就对我有很大的启发。就是说呢，我们要把这个别人的经验把它贯彻到自己的操作当中啊。第四个就是和这个观众要有互动，要有回复啊！观众提出来的，明哥聊太极里面，只要是观众提出来的问题，我都会抽时间专门的答复。那么和观众互动啊，这样呢，这个观众呢，就是大家会形成一个相互支持的态势啊。这个比如说的话，这个我在最近视频里边看到了一个。这个瑞奶奶的跨国婚姻，瑞奶奶跨国婚姻，她这个讲的是60多岁了，33天，33天就和一个美国人闪婚，结婚以后生活的状态，语言不通的情况下，她是怎样生活的这个视频，另外她还有其他的锻炼的视频呀，这个健身的视频呀。生活的视频啊等等。那么从他的这个瑞奶奶的跨国婚姻这个视频里面呢，这个我就学到了很多东西，比如说他这么大的年龄啊，他还坚持做这个视频啊，坚持做这个视频，我感觉我也应该向他学习，那就学习这种精神。那有一段时间，比如说有一段时间那个订阅数不增长的情况下啊，心里有时候也是有着急的时候，但是想一想别人和我一样，那别人能坚持我也应该能坚持。这个第五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说的想观众之所想，做观众之所做。什么意思？我们想的要为观众着想，观众想要什么我们给他什么啊，
观众这个想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啊，就是想观众之所想，做观众之所做，之所做，我们所做的视频是观众需要的，观众不需要的东西那你做没有用，你啊，你做的再多观众不需要，那你就没有订阅数啊，没有订阅数。这个就是第五个。那么第六个呢，就是尽量呢改善自己的技术，就是在做视频的技术啊。首先我讲的不是拍摄的一个技术，我讲的是自己的，从我今天要做这个视频，我从选材，我今天要干什么，选择什么来做啊，做的时候我是什么，我是要观众学习到东西，得到东西为最主要的东西，就是把这个作为最主要的，观众要，你要给别人东西，你要把这个东西给出来，你没有东西你是空的，你在那里搞，不管你的这个字幕整理也好，视频的这个光线呀、技术上再高级，你给不了观众需要的东西那也不行，对。所以我们有观众提出来怎样才能达到1000个订阅人数，我今天呢，所以呢今天呢我给大家说一下我的大概的体会，就是这么多，就是这么多啊，大概6-7条啊，就是这么多啊。这个我们这个6-7条之里边呢我没有细讲，你比如说坚持，怎样来坚持，这个2月份下了一场很大的雪啊，很大的雪，大家在视频上都会看到2月份下了很大的雪，非常冷，那我穿的这一个褂子在这个地方，我坚持把这个视频做完，那么你坚持做完了，你这个视频就会形成有规律的向外发，别人听的人看的人也就有规律的进行，要把自己放在一个像给观众做服务的一个地位上啊，只要有一个啊，另外还有一点，哪怕只有一个观众看你，你也要按时发视频，因为比如说的话这个像这个学习的套路，教学，这个明哥聊太极中间有一个教学的套路，这个教学套路，教学传统武术的这个套路啊，看的人比较少的情况下，看的人少我也按时发视频啊，哪怕有一个人看我也要按时发视频，在教的时候呢也要认真教，像认真的教，明哥聊太极说的我们做的这个节目就是把民间的东西原原本本的搬到视频上，没有一点虚假的东西啊，没一点虚假的东西啊，一点虚假的东西都没有啊。这个明哥聊太极说的太极的练法，太极的这个体悟经验套路啊，怎样学怎样教等等，所有的漫谈呀什么都是实实在在的，没有一点虚假的东西啊。这个你这个想一想，那观众得到一个东西，你给我一个东西，我不能用，我就说我不需要你这个东西了，那你这个视频就所以就不行了。好，那么今天呢，因为什么要做这个视频？我刚才开头的时候说了，因为昨天我做了一个视频，表达人数到了1000了，到了1000了以后呢，这个很高兴，这个心情，昨天发了一个视频，今天呢，这个。这个有人说你怎么才能达到1000视频呢？他们在留言里没有说，就是在其他的地方说的，说呢你怎么才能达到1000呢？我怎么那么少呢？啊，我呢把我的经验在这里说一下。好，这个今天呢我们说如何才能达到1000的订阅数，我们就聊到这里。喜欢的朋友呢，可以订阅这个频道，我们下次呢再接着聊，谢谢大家。